广播唔系一定要自己讲嘅，抽水唔系一定自己抽嘅，古波我睇你登定系神，只要你有胆，逢星期六有我 Marco、Will、Kelvin、领兆一齐 Only One FC。摔角虽然系表演，但仍然有佢真实嘅一面。摔角界内部嘅嘢，你又知几多？ I simply want you to sign the contract for the right reasons。呢个世界咁大，唔系净系得一间 WWE 嘅。如果你是一个摔角迷或者对摔角界有兴趣，我 Eric 会带你进入摔角界最真实的一面。逢星期日 Only One Radio 摔角时报 Chinese Wrestling Audio， 等着你听。一个人物，一个地方，一段故事，组成我们的香港历史。逢星期日 Only Run Radio 有香港小学会同你港人港地香港地。好啦，翻翻嚟 last 一节啦，系啦，要讲下啲比赛啦，系讲下比赛啦，梗系要系啦，不如讲下都系讲报个比数先，比数系啦，啱啱咧过咗去嘅呢个礼拜六日啦，嗰啲日子咧，咁就有三场比赛噶噃，咁咧就系礼拜六咧，4月26号咧就系足总杯四强第一次第一场就系、是。东方咧就系、是、2-1赢南区喺旺角场嘅，咁而第二场嘅足总杯四强咧就系、是、4月27号啊星期日，就系、是、流浪对杰志，就杰志赢2-1嘅，系都系旺角场噶啦，啊跟住又旺角场、啊、又系2-1，系三场2-1，系啦，咁啊就呢、這个系加嘅即系苦即系真补赛啊，就系、是、呢个港甲补赛，就系、是、4月30号嘅礼拜三下昼4点嘅呢、這个流浪咧就赢南华2-1嘅。咁啊，逐場順住講啦。東方有小秘書咧就入場睇嘅。精華。精華。阿 Wocky 咧？南華對流浪對南華。哦。流浪對傑志，我就睇翻今日晏晝睇翻。OK。咁啊，傑志對流浪，我就喺屋企634。分住咁睇，好舒服咁睇，好舒服。呢个眼球几好，唔错，唔错啊。咁啊，东方啦，咁东方咧就，咁咧就阿麦阿里士打就梅开二度，咁咧就，咁啊就帮助东方咧就入呢个决赛啦。大显功架喎，射阿春俊辉个球。系啊，应该讲翻第一球先啦。第一球咧就系、是、一个死球咧，咁啊混乱之中咧就俾阿老麦咧咁啊心口跟住一格窝里都唔系心口控添，即刻窝里咧就射去阿张春辉咧，咁样佢张春辉好似摸一摸呢个动作咩？佢判断错误嘅嗰个波，吓吓吓，佢完全系判断错误嘅。佢如果系立心托咧，冇得输。系啊，因为现场我哋喺正我面前现场即系望住咧，系佢个预备动作咧，谂住可能出界啦个波。系啊，点知就鬼咁靓个飞咗落去。系啊，交飞曲碎。系啦、啊，系啊。咁啊，正情点样咧？咁啊，战情咧就首先或者讲下咧，南区有啲特别嘅，咁咧就唔知系咪有少少留一留住咧，就谂住同东方咧就要打一场命战咁滞。系。咁咧就有两个嘅正选咧就冇出嘅，就系阿迪基图啦，夏志明，夏志明啦，吓、啊，咁呢两个就唔出住嘅。系。系喎，但一出就有用喎。系咯，一出咧就追翻1-1啦，就系凭住佢两个咧，阿夏志明嘅右路快放咧，传中俾翻阿迪基图咧，就做一个快攻，搞掂咗1-1。防反就系呢啲咯，系啦，系啦，咁同埋再一次赞一赞啊，冯海文教练，佢、所有换人嘅调动好经常性，都会一换出嚟好快咁制造到入波，系啦。因为上次其实有上次咧对公民咧，虽然南区输咗咧，都系咁样入波噶，又系好快速嘅右翼咧传中咧，跟住迪基图咧就系尾柱啊接应搞掂，一样，咁样咯。咁就但系去到去补时补成嗰日补成5-6分钟嘅补，系系。
咁咧就臨去到寶池臨到尾啦，就嚟都應該夠鐘噶啦，就係、是、阿、啊、強哥喺左邊嘅一個罰球斬翻傳翻中，咁啊阿馬利士打跳起一頂，嗯，即刻正聲入網 ，KO 係啦 ，KO 啦，絕殺，絕殺，絕殺，係啦，咪 OK 嘅馬利士打啊，即係講起老麥就真係有啲痛喎。系啊，头先我哋都经过老麦啦，你都补给咗少少都顶唔住。系啦、啊，老麦系好重要噶，冇错、啊。对于东方都好重要啦，因为阿老麦呢场波咧，嗰、那个表现咧都真系好出众咯。咁就无论佢入波，当然入两球波之余啦，好多嘅做翻啲二传啦，第一点嘅接嗰波去分翻两边啊，都系做到佢本身嘅嘢。应该呢场波暂时嚟讲，佢都系比较今季嚟讲都比较出众嘅一场吓咁、样咯。咁就。反而喺南區嗰度咧，就佢唔係話打長命賽。頭先我話打諗住同東方打長命賽咧，可能佢就係、是、反而我覺得會唔會保守少少咧？其實佢迪基圖好緊要噶嘛，嗯，即係喺南區，我哋今季或者呢兩季睇南區嘅比賽都知道，迪基圖係進攻明、啊、進攻明物，一定乜無論入波好策動好都係靠佢噶啦嚇。但係如果唔出佢嘅，真係好似有少少。即係可能你諗住東方上半場未必入到波啦，咁樣啩？唔係事後檢討一定係咁樣講。係、啊、咯、我哋都唔知阿馮海文真係唔明㗎，唔明㗎咩嘅？因為其實之前咧咪都贏過東方㗎嘛，南區咁就係迪基圖其實就諗住係搞阿 Peter 嘅，係啦。咁呢場都係，但係咧就個時間早啲短咗啲，同、埋入完嗰一比一之後咧，好似。都是大家最好似好拉鋸啊嘛！係啊，佢係一比一之後咧，其實南區個勢係好好嘅，但係咧大家都咬住。但係問題是南區咧，你又叫佢入波又入唔到二比一，咁啊變咗拉鋸之下，阿東方剩一個咁嘅機會咁啊搞掂，即係變咗你都追唔翻，變咗就冇辦法咯。即係同埋講翻夏志明啦，係夏志明咧就呢場波已經狀態好翻好多啦，有巴黎嘅速度啊！是啊，真系嗰个波咪成巴里咁嘅踢法啦，好似搞拜仁咁啊，系啊，一样啦，即系其实好似有少少似系对上次咪对横滨又系赢，即系都有入波啊，即系助攻啦，咁开始个临尾去到临尾啦，阿志明终于咧就暂时放低咗学业之下咧，咁啊终于都有翻啲表现。哦，咁唔使转行住，系啊，仲有得去做福尔摩斯住，仲有得谂，仲有得谂，就搵翻粒子弹啦。這個消失的子彈終於慢慢都找得到，是啦，不過那個是中國版福爾摩斯，所以就找回一粒子彈。不過呢，剛才我們在之前的第一節那裡說，南區這隊球其實執一下都人腳都挺好的，是啊，為什麼這場球反而其實他可以，我就是剛才所說，會不會他是太過保守了呢？就是說其實是可以因為 KO 東方是絕對可以的。如果 我自己假設我代入咗我自己喺南區嘅教練啦，我都會驚嘅，其實係你見到喺呢個季尾啦，麥亞利士打啦，帶起咗兩個球員啦，梁子成同埋基奧雲尼，咁其實會驚嘅，因為如果你放生咗基奧雲尼，俾佢好順咁射波咧，十射九中咁滯噶啦。系啊，所以我都会担心嘅，而且你要去入东方，咁因为东方嗰个防线比较力量，尤其是系个中路位置啊，基顿会，咁佢嗰个杀著，譬如放波俾阿卡尼尔咧，佢未必赢。系啊，所以今场波卡尼尔好多顶头，即系斗顶咧，系都未必顶得赢噶。系啊，嗰时下风添。系啊，所以。我覺得係保守係都合理嘅。同埋有一點唔知啱唔啱啦，即係可以支持你嘅講法，就係話咧呢場波魯賓停賽。係。咁唔知係咪因為咁嘅緣故咧，就要更加守翻頂得住後面啦。魯賓都差唔多係好似傑志嘅列支奧咁嘅地位㗎啦。冇錯。個打曬喺後面㗎啦。冇咗佢，其實咧變咗其實魯麥咧呢場波咧就輕鬆好多㗎啦。輕鬆多，你起碼冇人陪你頂啊。係啊。即係冇乜頂得贏啊，基本上其實就。咁樣咯，咁埋咧就都賺多個球員啦，幾個雲嚟啊！係。咁呢場波咧，佢即係鬥後喺阿魯麥後面揾啲機會，或者分開兩邊啲波咧，變咗一來阿強哥咧就唔使咁辛苦，成日要撲啦。第一件事就係話佢甚至乎攞火完嗰波分完兩邊之後，佢可以繼續咧，即係再積極去上去助攻嘅話咧。即係俾個感覺係積極咗咯，唔知係咪有嗰啲就嚟季尾啦，又要搏下表現啦，就唔知係咪咁啦。都有㗎，有啲咁嘅因素㗎。
就是这样的情况。都要为了分量。加多个保罗啦，赖埋保罗添啦，保罗呢场波继续好似上半上一场波嘅好表现啦，继续好狠咁出嚟接波啊，出嚟杀，出嚟打手锤啊，好硬啊，好多字都。如果唔系咧，东方都分分钟未必赢到噶。咁啊，睇下嚟紧决赛点啦。咁另外嗰边咧，诶，睇下对手佢系杰志啦。咁咧就杰志咧就赢流浪二比一。咦，我就冇睇，不过就睇下收音机嘅。三J。咁咧就啊，好似话啊，系咪啊对球证啲判决有啲意见？咪上半场咯，系嗰脚啫，阿张敬真嗰脚啫，嗰脚应该十二码嘅，我觉得系。咁啊就阿老郑话依点解都冇咁啊唔明啦。咁啊阿 Walkie 一定系讲杰志丽啊。我睇呢球啫都系。系啊，都系呢球啫。咁其他。但系林元祥嗰个卡斯光啊。系卡斯光。有啲不君子，即系有少少。都俾咗牌嘅个波。有啲欠缺体育精神。哦系，人哋攞个波夹球打，咁啊举起，跟住人哋攞啦，咁叻。即好像玩小丑咁，系啊系啊，呢啲唔应该嘅，呢啲绝对唔鼓吹嘅，系咯系咯，吓掟条蕉俾佢要食噶，系啦。哇！不过左迪嗰个波射得好靓，哇！坚靓，靓嘅，坚靓，坚靓，球波着地一个窝嚟，坚靓，攞都唔攞，冇得救，冇得倾，冇得倾。咁流浪嗰啲唔好彩啦，佢都枕住俾啲伤兵影响咗啦。哇！佢一开波已经伤啦。一开波五分钟已经伤咗祖尔，阿祖尔，同埋咧 T 市呢场波停赛嘅，同埋卓耀国喺上半场同阿卢君怡一次碰撞都伤咗膝头哥，啊，系砸佢挨住挨到尾，系冇埋 T 市更加弊啦，系啊，即系呢场有乜赞啊？都系赞流浪嗰对中坚咯，佢逼到阿巴伦古素去边啊？哦，系啊，系即系。你中間攞波，我逼你去邊？啊，趕走佢啊嘛！趕走佢，你唔好喺我個心臟地帶度搞事。係啊，依樣好緊要。OK 噶，流浪個防守唔錯嘅。咁啱啱阿潮生講啦，冇 T 市啦。係啊。T 市好緊要嘅。係啊。係啊。正正就係防反嗰下。係啊。咪 hold 住個波俾你。由手轉攻嗰個點，佢又射得咧。但係亦都見得到林學熙呢場好辛苦啊！即係佢進攻嗰陣時，佢。好难，佢冇支援。佢做个中锋位咁滞，佢冇系啊，佢最前呢场波要冇办法。佢最前啦，咁卓耀国喺枕住都喺边线都发难咁，系啊，亦都外即系受制于卢君怡同埋丹尼啦。啊，咁冇办法啦，呢两个站。我另外一个好中意嘅球员啦，美路小侠域啦，系啊，有好彩又唔好彩啦，有好彩好多机会啦，系啊，唔好彩就系射唔中，啲机会全部都喺右脚。哦，咁冇啦，佢左脚噶。系啊。佢右腳基本上同我右腳差唔多屎嘅嘢，佢右腳嘅。係啊，佢臨完場嗰球啦。好多啊，其實。同埋阿陳銘剛兩球遠射啦。有一球中尾啦，有少少欠運啦，其實應該就加時合理嘅。係。加時合理，如果縱觀兩隊表現咧 ，even 你傑志再贏都好啦。變陣。係啊。你出艾力士加安基，係諗住制衡，用速度去制衡你流浪嘅防。唔係，佢就有。朱 Sir 佢有部署嘅，佢特登系用正选嗰就一个，去放干你嗰个体能，跟住先至再落压力上压安基先，系啊，即系等你干咗啦，我先放两只快嘅。不过杰志赢波嗰个波都系阿萧亮有啲错误咯，咁先至近处咯，近处啦。Moses 系真系老啊，你见到都有老态嘅，阿莫西斯。冇辦法啦，搏到唔年紀啦。其實嗰個波佢應該係逼到啊嗰個入波嗰邊，阿少，阿少，右路右路嗰度。佢係逼到佢應該係散到出街。嗯，嗰個波係應該輸，應該輸角球嘅嗰個波。但係佢係放咗個底，放咗佢即係。但如果我哋講大細邊，佢就放咗個細邊。係啊，所以即係你話阿蕭亮有問題，咁係當然有啦。係啊。咁但係蕭亮 expect 佢係可以。最多最多打解咗噶嘛，輸角球，最多最多輸角球。佢所以佢因為你出個高波出嚟啦，咁佢咪移出咗咯，咁佢準備接高波嘛，所以咁咪賴嘢咯。咁冇辦法啦，即係憑住呢個入波就即係都差唔多好尾先入翻波嘅入波嘅啫，咁就85分鐘係啊，咁先傑志先出線啦。
咁就決賽咧，就都提翻各位啦，就係5月18日嘅，就係呢個應該下晝3点喺翻大球場嚇，香港即係喺香港大球場，咁就東方對傑志呢個嘅決賽嘅，足總杯咁樣嘅。咁就跟住講翻嗰場補賽啦，港甲啦，咁就係阿流浪咧，又係2-1，不過咧就係贏就對南華嘅，咁或者阿 Wookie 又入場。合理贏得，或者你頭先我哋咪講話啊個場面係點啊？不如你又噏下，你又入場。我係啦，好準時咁入場嘅，4点入場，咁入到去，咦？又唔係想象中咁靜喎。啊，即係因為佢開咗，淨係開一邊，即係開一個 L 位嘅看台啦。係啦，後面你哋坐開嗰啲位啦。係，跟住不嬲都係主席台嗰度啦，冇錯冇錯，花墟道嗰邊啦，係啦，九龍嗰邊。鞋坐得舒服咗嘅，因為側邊都冇人，但係個氣氛唔錯，因為你兩邊都喺曬嗰邊做打氣咧，集中曬，集中咗咁 OK 嘅都。但係戰情咧？戰情我睇我完全冇睇啊，即係我純粹睇咗新聞片，我連精華冇睇。普通啦，第一樣嘢就係、是。在個 Facebook 度好多人留言咧，係一個好低水平嘅比賽嚟嘅。係啊，呢一場係。係啊，係。有幾不論有幾低咧？其實兩隊嘅球員嗰個發揮都唔係好理想。係啊。流浪只不過係硬正，比較積極啲。啊，五關咁樣睇波啊？我唔定係顧住夜晚要曼聯啊？我唔知啊，我真係唔知，因為今場你冇出謝家強。謝家強傷咗嘛？你睇個正選陣容其實都差天共地噶啦。你出迪卡奧加利馬，跟住右閘出翟霆鋒，左閘羅廣威。中堅就高敬俊加李志豪。前面就巴域斯搭陳少琪。係。左邊啊，左邊韋爾。右邊是邊個咧？右邊我記死啦，真係記都記唔到。康連威廉？唔係，兩兄弟都冇出嚇。兩兄弟冇出，迪亞哥又冇出。迪亞哥後備入，係奇喎。梁振邦係啦。哦，梁振邦今場一場波打咗5个位置。哇！一開波係打左後衞嘅。係。跟住唔係一開波右後衞先 ，sorry， 右後衞先。真的好像未試過右後衛先，跟住去到上半場中段去了左後衛，下半場開波出嚟左中場，下半場中段中場中，下半場尾段右中場，咁絕，又自咗咁樣打，開一個圈，佢打排球啊？佢打排球，係啊，係啊，1、2、3、4、5，你睇佢個 possession， 你睇佢個 possession 係咁啊。好明一个排球球员啦，我就系唔知点解咯，系啊，唔明，真系唔明啊咁样。咦啊阿 Jack 阿 Jack 唔得，阿 Jack 冇啊，阿 Jack 后备。诶，阿 Jack 后备，咁得意嘅。同埋阿杨正光就话个解释就系话试个阵谂住留嚟，即系试一个最理想嘅阵容迎战呢个季尾嗰个亚协资格赛。哦，我以为佢流力对东方啫。唔知咯。咁唔紧要嘅，咁佢有本钱嘅。但佢换咗迪，如果讲个表现嚟讲，流浪其实全场都冇乜大起大落嘅。系啊 ，Even 就算佢跌出去前四都冇所谓噶，佢有人牌啊嘛。系佢人牌啊嘛，咁即系又系学掹啲波话斋啦。你破咗成8年嘅20年胜纪录都冇意思嘅。你。冇聯賽冠軍就冇聯賽冠軍，咁佢依家唯一嘅目標就係爭呢個亞協資格。係，佢冇嘢諗噶啦。係啊，冇嘢諗。咁啊，睇下佢試唔試到啦。因為佢其實嚟緊都仲有啲聯賽，都有好幾場嘅港甲要補翻俾佢，即係佢都要打嘅。但係唯一試到好嘅，其實唔用利馬係好咯。唯一講呢啲。咁不嬲利馬咁，由張寶春到依家，我都講話唔用利馬好噶啦。因為你睇得出，如果你利馬搭迪卡奧，如果利馬唔出嘅話，用陸志豪再加迪亞高，其實夠噶啦，夠噶啦。真係夠啦！嗰次亞協都試過啦，咪迪陸志豪搭亞協聯賽，陸志豪搭亞迪卡奧，咪中場咪好地地咯。
再用翻迪亞高出嚟，咪打翻個前鋒位翼咁樣咯，係咯，夠。陳少琪又都唔係好咯，俾人係咩？曼聯啊嘛，唔知係咪曼聯啊？唔知神速定曼聯啊？阿波巴維斯諗住又有波入喎。我球啊，巴斯有波入，佢快腳咯。我球好彩咯，因為彈得大力㗎。佢快腳，但係我嗰日咧即時咧，咁佢完咗場，但係六點未夠啦。係、啊。咁我睇亞視新聞咧，睇、啊、新聞，佢講帕斯嗰球波咧，佢話勁射喎個老尾。唔係，咁入波咪勁射咯。我球明顯係老篤嚟嘅。係。大家聽眾咧，如果見唔到現場唔緊要。大家應該識得一個英文字母，叫做 O， 嚇、啊，或者 O 咗嘴。哦，誒、亞視有片你，但係流浪入咗，咪好咯，入咗第二球係靚噶。我米老師係頂個波，靚噶，係、啊、有完全係希迪戰術，係、啊、用希迪戰術嘅，因為佢引咗你個中堅出咗嚟先，係、啊，跟住再細細五彎個高空波，我又唔係硬板，又唔係成，我係笠你個後衞。系啊，啱啱冇擺正，唔係好高位嘅啫，系、啊，即系好靚嘅。哇，呢啲招數啊，對一個球員一定必殺無疑嘅。嗰個咪李治豪咯。仲有一個嘅，張敬真。系、哎，唔係嗰個咪又係啲後即係猛位後衞。因為你冇辦法，你出又係出，一定會凹。你唔出，你係俾佢入去射兩邊，你兩難嘅嗰下係。不過其實阿米魯斯納維咧，今季入波好多入波都係後上噶啦，係拉阿斯士拉出嚟俾佢入去，我覺得好多次。呢個球員好好嘅，係可惜啊，佢踢流浪啊。但係好重要咯，佢對流浪真係好重要咯。佢應該踢東方啊。天下盡收兵器，俾又未得字。盡收天下兵器咁又點？咪贏咯。唔係一個等號嚟噶嘛，大佬。咁你就講下少少。咁係南華都係咁嘅。唔係你見證咗啦，依樣嘢已經你唔係一定贏啊。不如講下少少消息啦，就是、流浪咧，中意因為咧呢場波贏咗嘛，咁啊重燃咧呢個翻呢個四強嘅希望啊。前四打歐聯。前四唔係歐聯，就呢、是這個呢、這個嘅亞協資格賽咧就又有啲計咯，可以入到去咯。咁咧就因為阿賽後咧就話阿麥會長咧就話咧就一人3000蚊贏波獎金。OK 啊，如果咩？如果咧係啦，如果咧就係、是、呢、這個去到去季呢、這個亞協資格賽係啊40萬。就是如果是呢個嘅亞協資格賽出線，即係攞到呢個亞協資格賽嘅冠軍嘅話咧，就係40萬嘅獎金嘅。嗯，啊，咁咧就好開心嘅，梗係成件事都係好啊。睇下啲流浪係咪繼續落去會搏到落去啦。因為佢而家第五啦，雖然，但係爭東方一分嘅咋。喂，東方第四。係啊。邊度第三？嗱，講下啦，不如講下頭四名，不如講下頭五名啦，不如咁簡單啦。頭五名嗰、那個嗱，傑志啊攞冠軍啦，42分攞咗噶啦。咁、yeah. 咧，呢個已經係之前嘅上一集都有提啦。咁啊，飛馬第二嘅，就係29分，16場。咁遠嘅咋？係啊，係啊。咁咧就因為傑志未輸波嘛，咁啊飛馬就輸咗5場。但係南華就係第三嘅，就係25分，但係咧就打少飛馬一場。咁咧就東方嗱，東方咧就係第四咧就係21分，流浪咧就第五咧就20分，流浪同東方都係16場嘅。就係咁嘅形勢啦，所以咧成個嗰個亞協資格賽嗰個位咧，流浪就數啲啦。有因為你南華已經壓咗一個位㗎啦。係南華一定有個位㗎啦。咁誒不外其實飛馬都已經攞咗㗎啦。係咯。咁誒不外乎係睇下東方同埋流浪邊隊咯。邊隊咯？或者係神曦有少少機會，因為神曦咧係16場波18分嘅，都唔係完全冇機會。神曦踢一踢下，踢上。因為預計咧，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預計咧，可能咧去到亞協資格賽呢次咧，係可能去到咧你第五名都有機會打嘅。哦。OK。咁樣。咁希望東方贏傑志啊，咁樣揾代一個資格啊。係啦。又多隻杯啊。你話咩嘛？想拍架巴士喺傑志，唔係喺拍架巴士喺東方前面。乜撚嘢拍巴士啫？我哋打呢个防守反击战术，咁加上东方咧，今季都唔系打呢个战术嘅。第二样嘢，我称赞紧车路士嘅防守纪律。吓，咁如果东方踢到呢个车路士咁好嘅防守纪律咧，阿华士一半吓，唔好多，摆个 van 仔喺度，红 van 都好啦。啊，你只要濑嘢啊，话过你知。系啊，都系嘅，因为你内线啊嘛。
系正正系，同埋杰志咧冇咗阿列斯奥咧，我仲有机会偷鸡啊！摆只摆只巨无霸餐喺度啊嘛，吓系啦，巨无霸餐厅食唔食得出啦呢铺？不过咧讲翻啊嚟紧啲赛事啦，去到节目尾声啦，有咩赛事啊？有哇好多五场联赛喎。吓咁多系啊，咁就嗱星期六咧嚟紧就系5月3日啦，有两场波，咁啊就系、是、首先咧就系2:30下昼就系、是、呢个喺大球场就系、是、南东方对南华，唔系东方对南华嘅系冇错。不过南华星期日跑马咩？啊，星期六星期日跑马冇错。仆街吓，星期六嘅咁啊就南华去东方呢、這个呢、這个比赛啦，跟住咧就系、是、去到尾场啦，就系、是、下昼5:30啦，就系、是、杰志对元朗，就喺、是、旺角场嘅。星期日又是两场波，咁就呢个下昼2:30咧就系流浪对南区，就喺深水埗啦。尾场咧就系下昼嘅5:30，就系喺青衣公民对飞马啦。诶，咁嘅杰志咧去到佛诞咧，唔系杰志，南华去到佛诞都有场波噶，就系、是、对神禧嘅，就系、是、就呢、是、个5月6日，系5月6日下昼2:30喺旺角场，神禧对南华嘅。边度主场？神禧，神禧主场。O、okay. K， 就咁，呢五场嘅讲价，咁即系一定要睇啦，佛诞。你可以唔睇噶，你可以唔睇。冇直播啊嘛。唔系你可以，你唔系你可以，你可以留翻嚟种下经，念下佛啊，拜下佛啊，做下佛都得。系喎，吓，冇所谓嘅。我信神噶、啊，大佬啊。唔系咁，我梗系入去睇，入去参拜啊。哦，啊哦咁样，但系分分钟佢又未必见到佢噶喎，你知佢呢排。喂，有啊，系咩？都见到流浪嗰场都有。咦，系啊。喂，佢唔蒲头啊，咁做乜要摆4点啫？咦，系喎、啊。系咪先？系喎、啊。3点或者12:30都试过啦。系。咁啊系。啊，咁啊，不如都系估下啲赛果啦。估下赛果啊。南华去东方先啦。东方。南华啦。怼爆佢。冇得。撑爆佢啊！输咗咁话。咁即系东冇得唔东方噶啦。系啊，系咯，一定东方，一来啦，二来你南华要试阵啊嘛，流力啊嘛，系咯系咯，唔知流咩力，唔知喎，好流嘅，唔知佢做乜嘢，流力打力啫，流力作客对神禧啊嘛，唔系啊，南华，你作客翻，你作客去泰国啊，你作喺香港啊，唔系啊，南华因为有作旺角大佬，有得解释噶，南华咧呢个礼拜咧要打三场波啊，多咩？多过东方，系啦。多过东方两个礼拜一个波，咪咯，系咯。以香港嘅联即系赛事频密程度，好低嘅呀。多噶啦，多噶啦，又要晚年咧，系咯。我哋加埋呢啲晚年梗系啦，咪咯，咪咯，好多嘢做噶嘛，咪咯，系咪先啦？好紧要啊！第二场波啦，杰志对元朗，睇下杰志系咪真系又继续不败啊？杰志，我杰志，我 ，OK。咁啊，跟住咧就系呢个流浪对南区啊，诶，流浪要睇下有冇嘢争，系咪要争？流浪，流浪啊，流浪。咁啊，跟住公民对飞马，公民对飞马，诶，公民对飞马又要睇啦，又冇得睇喎。礼拜日嚟喎，我睇到，系啊，俾你睇到，我睇到。电视又冇得直播啫嘛，冇嘛，冇直，唔知噶。公民有直播咩？诶，唔敢讲。青衣有嘅咩？诶，间唔时。系呢排冇，但系诶呢啲直播嘅嘢，我哋唔识噶嘛。飞马啦，应该似飞马嘅。和波，和波，哦 ，OK。咁啊，跟住神禧对南华，南华咯，神禧咯，联合度好冇你讲嘅。系咯，喂，真系神禧嘅。如果你唔出大雄，你唔出高景春，其实好难挡个联合度。最紧要佢李志豪，哇好食啊咁样，唔系佢话人哋好食，老高加连拿度，系啊，如果斋用高空波轰死你，我系咁噶，不嬲都系咁噶啦，即系斋用高空，第一场波都系咁踢噶，咁啊国球基南马添，系咯，就咁简单，系啊，我睇李鹏飞有几劲。咁到时就知啦，系啦。咁啊，大家都支持多啲入场睇波啦。系啦，要啦，都系嗰句。系啊，唔好理佢直唔直播啦。如果直播啲嘢，我唔识噶啦呢啲。唔系咁，讲到咁，讲到口都硬嘅啫。起得系起得，大佬。系咁，你瞓晏觉，舒服嘅瞓到晏觉就话啫。睇住讲架瞓晏觉，人生一大乐事嘅双料娱乐嚟噶嘛。系，即系双重享受，双料娱乐啱。系啊，系啊，冇错。所以点解咁多人反对双料娱乐嘅咧？
我都唔明白。系咯系咯系咯。咁双鱼娱乐加埋我瞓埋眼觉，咪三五鸟娱乐咯。系。我瞓两场，两场，喂四鸟噶咯，大佬连瞓两场，瞌阵先。系喎系喎。入波嗌醒我啊！跟队嗌醒你，点会跟队啊？咩知你跟队就唔入波字。系系。咁啊，下个礼拜都多波啊！系啊，就呢五场嘅讲甲噶啦。系，不如依讲多少少啊？譬如系亚协嗰啲啊。亚协做乜？亚协十六强其实离我哋好近嘅。有几远咧？好近，唔系远系近。有几远咧？吓、啊，就系原来系五月十四号咧，就系亚协杯嘅十六强嚟嘅。礼拜嘅？礼拜三嚟嘅，夜晚八点就喺呢、這个诶，唔、啊、知系咪八点啊？佢未开时间啊？嚟紧第二个礼拜三啊？系啦。咁、okay. 就係夜晚八，應該是八點啦，夜波。咁啊，旺角場。咪試過七點半嘅。咁啊，可能守翻啲即亞洲另外有啲。係有機會有七點半嘅，冇所謂嘅、啊。都唔緊要啦，肯定係旺角場噶啦。咪七點半好啊，睇完波食飯。啱啊。但肯定咧就係旺角場，亦都肯定咧係傑志咧就對印尼嘅阿雷曼。咁南華對咩咧？南華對咩？咩啊？对咩啫？十六强唔知对咩啊？总之，奇古或者唔系你讲紧亚业资格赛啫，或者对东方，或者对飞马，或者对流浪啊嗰啲咧。咩啊？南华冇十六强嘅咩？啊？唔好再 J 啦啲人。唔系佢仲唔系啊？南华有四强踢嘅啫，之后系咩？亚协资格赛咪四强？哦，佢攞硬噶啦，佢话系咯，冇十六噶，十六多十六唔系嗰个十六啊，分开咗。系咩？系啊，十六。你玩游戏就有十六啊、四啊、三啊、二啊嗰啲。十六咗啊嘛。系咩？连埋设计十七个人啊嘛，哦 ，OK 嘅，你咁样十六啊，梗系 OK 啦，系咯，系咪咁咩？你坐红 van， 系啊，啊，咁佢去大埔噶咯，大埔升班嘛，系啊，几开心啊，系啊，有冇睇嚟？我冇喎、啊，反而大監就諗住叫我去睇，我部瞓死咗喎。大監就去咗，係啊，阿 Lulu 影相，係喎，係咁係咁喺度喺度喺度 J 咯，喺度放相咯，鬼啊 J！ 唔係咁，但係有一樣嘢嘅咁。都開心嘅，係咯，爭啲樓好大波，係好彩有講啫，係好彩。又咦，但係波膽一樣喎，又係二比一喎，係啊，又係咁贏黃大仙啊，贏黃大仙二比一。一樣嘢就係大埔升班呢一場，咁、那個感覺講真嘅、認真嘅，嗯，嗰、那個冠軍嗰種感覺、嗰種滋味咧，俾我個感受咧係比。傑志榜杯更加深刻嘅，系啊，人情味重。一来啦，二来咧，嗰日咪嗰场波连有三百几人入场。有啊有啊有啊。但系讲起嗰个球场咧，并唔系大埔嗰个球场喎，即系唔系话大埔嗰个主市嘅主场。广福仿真做嘅啫噃。系啊，火车桥下低啫嘛。吓、啊，得两排嗰啲凳嘅啫喎。系啊。其他都系，其他好多球迷咧都系围住场边啊，企喺场边啊，企喺龙门后面睇咯。系啊。系啊。好有气氛啊！好中学嗰啲。临尾暑假咧 ，old school 咧，人哋 old school 啊，真系 old school 啦，即系以前玩吓，我咪系咯，我学界、啊，我学校咪咯，我学校净系啦，暑假咧，临到暑假就系放暑假之前咧，就紧就踢下西瓜波嘅，咁咪就围一到四十二码就咁啦，围住嗰个禁区、啊、大禁区出围住晒人噶，咁咪睇住四十二码，睇住个点球嘅先系啦，咁啊，好鬼开心嘅，希望啦、啊，希望大步上翻嚟，俾翻啲正面嘅刺激香港波啦，嗯，咁啊睇下而家筹紧钱啦。咁佢就陳明咧又講嘅，而家又講又話年年講月講嘢係講噶嘛，又話唔夠錢噶嘛。咁、我咪我最多我唔買飛嚟睇大波。哦，唔係佢又籌咗一半噶啦，已經。我唔買飛，我入場俾錢睇下。唔係佢其實你收20蚊好啦，都已經 OK， 都已經好啲噶啦，比以往就籌咗一半錢噶啦。咁啊，即係佢預算咧。同埋好多大埔嗰啲球員話願意回巢。系啊，佢預算咧就係六百萬至七百萬嘅班費，咁咧就佢個即係主要嘅贊助商咧就已經係籌到一半嘅啫，咁咧就話睇下要繼續物色啦咁樣啦，咁至於話舊部回歸都有啲傾過，同埋咧嗰日咧好多即係見到啲以前嘅球員咧，譬如阿基頓嗰啲都有啲翻曬，都翻去睇，安達啊嘛，安達又係翻，係咯。OK 嘅，咁一隊有味有人情味嘅隊，係一定啦。咁都想見多啲呢啲咁嘅畫面嘅，其實有正面嘅作用嘅，對香港波係絕對有嘅。真真正正叫第一隊喺丙組打上嚟嘅地區球隊，咁佢都創造咗好多嘢嘅。
又攞个足总杯，又攞银牌，又打个亚协，系啊，创造过好多嘢嘅，又创造咗个女神出嚟啊！我肯定啦，两个嘅本身系咩？依家得一个啦，一个冇办法 ，Lulu 系 icon 嚟噶啦，始至终系嘛，系啊，咁我哋呢个 icon 可唔可以将佢公器私用咧？即系将佢变成呢个香港队嘅 icon 得唔得噶咧？佢有撐啊！佢都有睇下香港隊嘅。係啊，即 OK 嘅。咁我都嗰句入場睇香港波。暑假暑假都肯定會宣布，肯定宣布埋啦。咩啊？肯定會休息嘅。係。肯定啦，我同你去，我同你翻鄉下。唔係翻唔翻鄉下，肯定會休息嘅。哦，我以為你探黃大仙添。譬如黃大仙球員簽，跟住去翻又係嗰啲空頭支票，從來未兑現過嗰啲啊？點解咧？空頭支票咁，我都會嘗試揾嘉賓嘅。哦，喂，真係揾緊㗎？係咩？有嘅咩？真係有揾緊。咁或者你睇下黃大仙，我有個捉咗招啦已經。或者揾下黃大仙得唔得？我都捉咗招，我唔出聲啫。我都有捉咗招啊。係咯，即係哦，咁咪要食住招先。係啊，或者大家。想我哋哇，試下我可唔可以訪問邊個啲邊個邊個邊個嗰啲咧？係可以 PM 我哋，或者甚至 even 公開講。第一樣嘢咧，南華一定唔使諗噶啦，係冇得諗噶，係啦，冇錯，係啦，下年就可能有，未知，下年可能有，可能啦，係啦，嚇今屆就唔使諗噶啦，亦都今屆都我自己亦都唔會做嘅，係啦，我今屆都唔會做，因為我都冇乜值得好講嘅球員啦，只可以講啦，我只係不過喺我嘅個 guest 個 list 度咧，個頭號通緝犯咧，係你估係邊個？邊個？邊個？都冇人估啊！叫你問我嗱何老監唔算啦，唔係頭號通緝犯，通緝犯嘅，要 wanted 咁就喺我個 list 裏邊 guest 個 list， 我最想訪問邊一個？做多啲 social 佢第二啫。哇，你个女神都第二啊？系。哇，咁啊好犀利嘅。佢第二。Iris 唔系，神。哇，神。唔系嘛？我真系依认真。难度喎，有难。系咯。唔系，即系当然系有难度啦。佢一定基本上佢九啊九九九九九到尾都唔会理我噶啦。咁但系我真系想访问佢嘅。佢 even 我信佢啦，我真系好信佢啦。我知啊，我知噶啦，你宗教信仰我不嬲都知啊。咁但系佢真系创造咗一个 generation 出嚟嘅，系喺呢一个年代里边，系当代嘅 generation 嚟嘅。even 大家中唔中意佢，觉得认唔认同佢都好，佢真系 create 咗一个 generation 出嚟，所以我佢系我嘅头号通缉犯嚟嘅。哦，我以为你讲紧第二啲事添，佢都系第二啲事，都系头号噶嘛。sorry， 呢个冇心噶，呢个真系冇心噶，咪咯，冇心噶佢嘅。头先我谂住话黄大仙同你兜埋噶嘛，系咩？你又联想到你嘅神咯，咁你信下黄大仙啦，间唔时系啊，真真嘅，呢个认真嘅，真系佢兜埋，系啊，即系唔系夹佢嘅，唔系串佢嘅，系咯，吓咁但系就难啲咯。但望望佢有求必应。Walkie 唔肯过嚟啊，大佬。喂，唔系我呢铺真系同黄大师卖晒广告啊，即系不过唔使多谢我噶，得噶啦。呢啲因为佢咩嘛，申请个国职联啊嘛，黄大师咁都要睇下。虎山道啊，系虎山道。点解佢唔喺黄大师庙前面个堂嗰度踢咧？啊？个堂要俾啲阿婆啊嗰啲卖香先得噶嘛，卖风车嗰啲啊，卖风车噶嘛，系啊，即系喺嗰个练波咪得咯，练波打有，唔系其实有应该有特色嘅呢条波，即系如果可以做，你知我以前第一次睇黄大仙咧，嗰件波衫系点？恩宝赞助，系咪一个井啊嘛？系嘛？唔系一个井，唔知乜嘢八宝斋，八宝斋，哦，赞助商个，哦 ，OK， 咪 OK 嘅。OK 嘅黃大仙 ，OK 嘅黃大仙係嗰陣時區騰年代哦，即係九深水埗嗰陣時，九十年代嗰陣時，雙料娛樂係奉旨噶嘛，球場一定有場預備組或者月組啊，係哦，係啊係啊，幾正㗎，佢又踢緊頭場，咦 OK 㗎，幾好㗎嚇，預備組聯賽擺頭場，尾場就夾。嗰陣時我讀緊小學，哦。
八寶唔知總之係一間齋鋪贊助件波衫咯。咁啊睇下點啦，因為咧佢黃大仙咧嗰個錢咧就反而咧比大埔就好啲啦。佢話咧贊助應該咧都 OK 嘅，啲錢都500万到啦，預算咁樣 OK。應該有求必應，都應該都上帝幫到手。可能啲香油先幫。係咪用翻升班嗰啲？佢係啊，都係話會用翻啲升班功臣，為本地球員啦，但係外援咧就換啲新嘅咁樣。正啊！嚇咁又多隊波啦，因為佢又申請緊廣州聯，咁咪要提下啦。咁啊頭先阿大董事又講起神嘅嘢，咁啊梗係要同你講翻係黃大仙都要留意一下噶嘛，香港重要嘅神嚟噶嘛。香港足球屬一個神嘅啫。哦，咁可以咁講，再頭號嗰只啲，係，唔係真係 sorry， 我想我話頭號，我唔敢講之後啲字啦，係咪？唔可以咁講噶嘛，堅 sorry， 堅 sorry， 我就一定唔講噶啦。咁啊，下個禮拜啦，下個禮拜多啲入場睇波，係啦，同大家傾啊，香港波啦，咁啊，咁好嘢啦，明星仔啊，嚟兩集啊，係咁啱線啫，遲啲可能嚟多啲。遲啲我收 lift 噶咯，收 lift 呢啲嚟多啲，又係嗰啲外援啊，頭三前三後三，前三後三啊，唔好前三後三啊，咁啊，真係嘅，我唔知可以做幾耐喺呢度，係啦，咁啊，大家嚇有得聽好聽啊，係啊，有聽好聽啊，真係噶。即系听一集少一集，系啊，听一集少一集啊。我哋但系唔会公布几时完嘅，系啊，完嗰日我哋会公布啦。啊，完嗰集咪公布咯，系咯系咯，啊，完嗰次咪完咯，未知嘅都，完值嘅嘢咪完值啦。有你又讲呢啲，咁系咁。咁你到你升上神台噶咯？我都想上神台啊，创造一个新嘅 generation， 我都唔得，哦，我创造唔到。做唔到好難做，做唔到我都做唔到。神咁容易做咩？好難做啊！即係做唔到，我都覺得失敗。唔緊要，係啊。咁啊嚇，希望大家有求必應啊，有多啲球場啊。啊，幾時都係啦。啊，即係求下大家入球場啊。希望大家真係求跪拜。啊，跪拜啊！屌你！下次節目時間再見啦。好啦，好啦，拜拜。拜拜。第34届全港公开排球锦标赛2014女子乙组的赛事已经展开。5月4日官涌体育馆女子乙组的赛事将会进行第四轮的比赛，由 Victory 对小团青。记得去支持下 Jason Sir 和他的 Victory 啦。至于想知道更加多关于排球的资讯，就记得留意 Volley in Action 的节目啦。多谢你收听 Only One Radio 的节目。想知道更加多的节目内容，又或者收听其他节目，请即登入www.onlyone-radio.com。如果想知道我哋更加多的资讯，请即登入我哋嘅 Facebook， 网址系www.facebook.com/onlyoneradiohk。